原来是那可恶的姚天君搞的鬼。怎样才能搭救僵尸叔？师父可曾明示？把押有僵尸叔魂魄的草人带出落魄阵。好，走。走。姚道兄，你真是劳苦功高啊！此刻也是21日的最后时刻，不知道文道兄也希望姜子牙能早日命归黄泉，可不知为什么姜子牙的一魂一魄迟迟不归呀、啊？那你就把跪拜的时间增加1倍，再把咒语多念几遍试试看。我看也只好如此了。嘿。文太师，好你个文太师！师弟，你这是何意？难道落魄阵出了差错？我正要施法，你却在阵中阻拦。你，师弟，不可无礼！文道兄一直和我们三个在一起，何曾进阵阻拦？哼，靠捣鬼算不得什么英雄。我倒希望姜子牙还活着，大家公平一战吧。通天教主叫我们通权答辩，不可冥顽不灵，这就是通权答辩。哎。天命难违呀、啊！困呐，哎呀，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？师叔，是落魄阵主姚天君施法败去了您的魂魄，幸亏被我师父发现，截获了一魂一魄，还有我师弟白鹤童子化作仙鹤，从落魄阵中叼出了压有师叔二魂六魄的草人。若不是杨戬师兄变成文太师，牵制住姚天君，就算我叼走草人，也飞不出落魄阵。刚才真够惊险的，那恶道竟然打落了我的护身莲花。哼，白鹤师侄，来，赶紧回去叫你师父下山来助师叔破那十绝阵。是。去。哼。见过几位师兄，这是我收的三个徒儿，给你们介绍一下几位师伯。大师伯，南极仙翁上仙，这位是二师伯广成子上仙，三师伯赤精子上仙，四师伯云中子上仙，五师伯巨流孙上仙，六师伯太乙真人上仙，七师伯文殊广法天尊上仙，八师伯普贤真人上仙，九师伯道德真君上仙。弟子见过诸位师伯。启禀师叔，文太师又差邓忠来下战书了。
大师兄，你看，原书批回，三日后破阵。好，弟子拜见师父。起来吧，金吒，这几日你且留在师父身边，师父密授你如何破阵之术。是师父。此法甚妙，贫道已将此法传授给木吒。二位师弟既然已把破阵之法传给了金吒、木吒，我那徒儿哪吒岂甘落后，非要吵着找贫道学那破阵妙术。也罢，明日我们三师兄弟就开始密授他们破阵之法吧。谁敢前来破阵？我来。你是何人？敢破我天绝阵？吾乃玉虚门下，奉师伯南极仙翁法旨，特来破你什么狗屁天绝阵？
你与金吒一起前去破阵。得令。得令。天大的本事，休想破我天绝阵！秦道长，休要张狂！今日放不得你，顽徒杀劫！小辈休走，你得给擎天君偿命。擎天君害我失职喊毒龙，金吒得我师兄文殊广法天尊秘传，诛了擎天君，一命抵一命，双方互不相欠。今日十阵破一，尚有九阵，哪位大仙赏脸，到我封口阵走走，切磋仙艺啊！道友莫急，今日天色已晚，明日再入阵不迟。这封口阵非同小可，阵中之风非世间之风，此风不止，三昧真火不息，烽火交加，难以抵抗。怎么说要破此阵，就必须先定此封。对，欲破此阵，需借得定风珠制住一封，破阵才有望啊。可这定风珠到何处去借啊？我有一道友，渡厄真人。他有定风珠，他在九鼎铁叉山八宝洞修行，与我情同手足，我修书一封，定可借来此宝珠。九师弟，赶快修书交于杨戬，让他速去借定风珠。不行啊，大师兄有所不知，我那道友他住在九鼎铁叉山，乃非同寻常之地，任何神仙的腾云驾雾、五行遁术，在那里都会失灵。不如派道德高尚、修养极高的凡人前去，反倒更好。哎，那可派散医生前往啊？也不行，此珠甚有灵性，为谁出山，必须由谁亲自去取。使用时能否生效，还要看用之是否正义。如若按师兄所言，那去借珠之人非武王姬发不可了。
住！救！曹将军，八宝云光洞就在这儿了。走，我们下马步行上山，以示对真人的尊重。嗯，好吧。真高啊！我慢点。哎，小师傅。啊，小师傅，敢问？渡厄真人是否在此修行啊？五师父正在洞府打坐。小师父，快去通报，就说大周武王姬发带大将军朝雷要见。啊，这位小师父，烦劳通禀一声，就说西岐小儿姬发前来求见。好吧，你等着。小师傅，我师傅在睡觉，没空见你们，明天再来吧。哎呀，哎，师通，哎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在此等候。哎呀，哎，主公，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我去砸门。哎，不可鲁莽。无量天尊，贫道就是渡厄，贵客临门，蓬荜生辉，请。定风珠为无震动法宝，从未外借过，为何一般仙人来到我九鼎铁叉山，百里之内腾云驾雾，五行遁术神通消失，皆因此宝法力无边。真人，此宝若是留在洞中，则只能震动，如若能够借我一用，顺应天道，助我大周早日金瓯一统，乃天下万民之幸，功德无边。我替天下苍生拜求道长了。好一个功德无边，正对贫道的法力无边，不愧是人间帝王。虽然震动之宝从未外借，而今武王你为了万民御驾亲临前来借珠，看来贫道是不得不借喽。多谢道长。辛苦了，既有定风珠，明日可破封侯阵。九师弟，前去破阵。
清虚道德真君，为何又杀我董道兄？老夫与你势不两立。文道兄，不必争先斗勇，斗智斗法不斗气，还有我的金光阵，为董师兄报仇。哪位上仙敢以性命赌阵？且请上阵。杨戬，破阵去吧。遵命。杨戬，大言不惭，我叫你有进无出。老夫深受国恩，官居极品，以身报国，那是理所当然的事。可是金鳌岛十位道友本来清闲无事，可如今已有八位罹难。哎，还是请二位道友回海岛去吧，待老夫和那姜子牙决一死战。哎，文道兄所言差矣，我等十人亲如手足，时已死罢，焉可一走了之啊！哼，贫道我不相信昆仑门下能破我的红沙阵，贫道在阵中再加些玄妙，和他们决一死战，为死去的道友们报仇雪恨。文道兄切勿悲伤，过去常听师父夸峨眉山罗浮洞赵公明师兄功夫十分了得，何不请赵师兄出山，许他玉虚门下南极仙翁坐镇疆场，就不许我截教上仙出山主持公道。好，明天就去峨眉山罗浮洞，请赵公明师兄出此恶气。啊，请坐。文师弟不必如此，有何难行之事，但说无妨。大师兄啊，这是一言难尽，老夫从来没有尝过战败的滋味。这次风潮正夕，我遇上了老谋深算的姜子牙，他让我屡试战绩。师弟申公豹邀集了金鳌岛的诸兄前来助阵，原以为可以擒获姜子牙，大破大众，没想到啊，突然杀出一个南极仙翁广成子，带着他的九大弟子前来助阵，一下破了我八个阵门，八个师兄也身首异处。你说什么？他南极仙翁竟敢诛杀我截教八大弟子？大师兄，何止如此，九龙岛的四位师兄都丧命在玉虚门人的手中了。
哎呀，文师弟呀，你怎么不早来呢？今日之败就是你的不是啊。没有通天教主的法旨，老夫也不敢来劳驾大师兄啊。事已至此，我也不得不管了。师弟，你先回去，我马上即到。谢谢大师兄。哼，十绝阵已破八阵，哼，文仲他现在肯定是精神颓丧，我算他现已离营，肯定是到外边搬救兵去了。我们何不趁此时机去破他那两阵呢？啊！师兄言之有理，贫道这几天正在传授木吒破阵之法，让小徒穿上师父的八卦紫兽仙衣，前去破那落魄阵，把那个又尖又滑的姚天君捉来，治他一治。对，就让小徒哪吒同他哥哥木吒一同去破落魄阵吧。哼，无量寿佛。姚天君，你金逢绝地，阵难保，命亦难保。天君，我看你往哪里走？把姚天君吊在南门城楼上，以惩治这等阴险狡诈之徒。好，走，快走。上仙驾到。大师兄，没想到来得好快。哎，城头上吊着何人呢？哎，大师兄，那是落魄阵阵主姚师兄，昨日迎战巨流孙，不想阵破，被捉了去。岂有此理！竟敢对我碧游门人如此凌辱，我颜面何存？真是欺人太甚！我非擒他玉虚门人，吊在辕门旗杆之下，方解我心头之恨。让姜子牙滚出来见我！请问道友在哪座名山哪座明洞修行啊？峨眉山罗浮洞赵公明是也。姜子牙，你依仗道术杀我十几个弟兄，又将我姚师弟吊在城门之上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？原来是公明师兄，请听子牙解释。住口！公明师兄也是你叫的吗？我今天找你来是要分个高低，杀杀你们的邪气。好啊！师叔，
免得南极仙翁说咱们以大欺小。杨戬的神木果然厉害，但奈何不了我。大师兄，你已经和三个小子战过了，也是以大欺小啊。行了，暂且放过他们，明日找他们的师父算账。杨戬，你果然厉害，我与你师父极不相当。可惜啊，我门下难以找出像你这样出类拔萃的弟子，请转告你师父，我明日来会他。丞相，广成子大仙，请你快救救丞相吧。无妨。出来见我。道兄，你也欺人太甚。你是与武师同为一师传教，你却助姜子牙杀我十几个兄弟，还将姚天君吊在城楼之上，真是欺人太甚。功名道兄，我等均是执行女娲娘娘谕旨，朱子牙完成封神大业。世间万物万灵皆在轮回之道，现在众仙犯戒，我等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你若逆天行事，必咎由自取。哼哼，南极仙翁，你我都半斤八两，你有何能耐教训于我？赵公明，对你如此教诲，你还不醒悟，到时候恐怕悔之晚矣。哼，杀！
了什么手段，将尔等伤得如此严重？魏三看明白，着实很重啊。只是红光闪烁，不知何物啊。黄的睁不开眼，所以没有看清。大师兄，我们得设法营救普贤师兄才是啊。无量寿佛，这真是我辈逢此劫难无法逃脱。无妨，今晚我派杨戬去一趟。杨戬奉命来救你，师叔，快告诉我怎么做，才能使你元神自由。你只需接下我头顶的符印，我便自可解脱。啊！今天高兴啊，高兴！哎啊！今天很高兴啊，咱们共同干一杯。大师兄请。启宗太师，我查哨时发现辕门旗杆上普贤真人不见了。让玉溪软被救去了，他怎么救的我就怎么把他抓回来。南极仙翁，出来见我。你有个徒弟杨戬，你教会他73般变功，在我的眼皮底下将普贤真人救走，叫他出来见我。道兄何必跟晚辈一般见识，杨戬是奉我命而行。好啊，没有徒弟我找你师父。快躲进松林深处去吧，我们等你多时了。多谢大仙。挡我者何方神圣，还不赶快给我闪开，坏我大事者论罪当诛。孽障，身为上仙出言竟如此不逊。你们是哪路神仙，竟敢如此放肆。Thank you.
曾经天塌下的地方，多少的日子，多少的岁月，无法回头，更无法遗忘。传说在天上有块风神榜，能让神拯救苍生的绝望。于是我寻找，于是我呼唤，呼唤神冥冥之中指引我方向。